是比我还简单完了哦。嘿，欢迎收看咱闽南团金哈，咱今日是谁的？哦，惠克斯，惠克斯，为什么姓徐丽华是吧？嘿，有徐华啊，惠克斯一届人，因为问个三 D 啊，是记得打棒球的打，好打，投手的手，手，洋基的基，好，三 D 老师打手机，请，啊哈，哇，三 D 拍手机，啊，已经出来，来，变为改车了，好，这个打五手四机十一号，五十一加九九九一五四零。王侯将相一五四零加九九九二五三九建功立业二五三九加九九九三五三八威名前锋三五三八加九九九四五三七极乐世界老师恰好哇多好啊这个下个丢吼啊如果搞到这个张宗莹说文解字面临团结的时候四股枪支已经出来为大家一一来解释第一句就是王侯将相啊，就是啊，王爷、贵族、将军、宰相啊，指这个上重要这个高官的。第二句就是建功立业，就是建立成功的事业。第三句为民争锋啊，这个就是做人民的这个模范。啊，第四句极乐世界啊，意思就是讲无痛苦的这个美好世界。但是因为我唔捌去过，我唔知啊，但是我也无希望去啊。好，好，啊，赶快啊，这个我看出去啊，赶快要来这个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要介绍什么物件给人客咧？就是闽南的棒球，你看过，你看过，你看过，哎呦，这两球，哦，双脚两球，这是生活这个高阶。老师，你发到两脚拢做会的，做会做起来，我不好怕一点。他快一块，还有支撑点，支撑啦，支撑啦，哈。好，啊，这个明天棒球哈，台湾真侪人啊，就得棒球的。但是哦，讲你要拍棒球，一定要用这个明年的棒球。谁来讲呢？因为棒球是台湾的啊，这个全民运动，也是台湾的国球的。啊，但是台湾人啊，有人拍棒球，啊，有人看棒球。啊，有人插棒球的，啊，甚至这個政治人物甲艺人啊，拢笑棒球。啊，世界棒球的这個经典赛，三月都要开打哦，时间、啊、一定够这個棒球的，啊，所以讲哦、啊，啊，你若要变赢，一定要用这个闽南的棒球的哦、啊。啊，不管啦、啊，你投这個快速球、变化球、紫叉球，还是这個火焰球，还是七彩魔球，还是电光幻影分身球，你凊彩投，速度绝对有。150，你来看嘛。啊，这个棒球吼、哦，我讲各种运动鞋吼、哦，无得买，在倒位买。闽南团金中金所较得咧卖。啊，闽南团金中金所大家都知道，台北市后车头一块，比中庆北路两段合作金库正对面，中原台北了隔壁。闽南团金中金所，我赶快介绍人客免付钱的电话啊，0800-2828-768。啊，什么意思？2828768的林北英英，啊，安打安打，全黑打，你看嘛，我叫这个节奏落去，你看嘛，看棒球时阵哦，会使讲啊，叫花花了，好，啊，这工商服务各家，啊，这等下现场，看什么人啊，到底是什么人坏事的吧？陈思明店有解释的，什么人？是人哎，真简单的哈，这个哦，见，不可能。明啊，好聪明！有没有？人家是王建明，哈、哦，王建明是台湾人的这个骄傲的，哈、哦，啊，赶快王建明啊，啊，因为这台湾啊，所以讲伊坏事礼拜，哈、哦，赶快求老师啊，回一个参考的，你在拍球的时阵啊，无得卡的哈，啊，有时好，有时歹的，啊，赶快四股强气哦，王建明啊做参考，第一句就是王侯将相就是讲。你在台湾棒球界啊，已经啊地位已经非常的至高啊，会使讲是台湾人的这个骄傲，台湾人的英雄哦。啊，第二句建功立业，就是讲啊，你家己美国伊的大联盟啊，无偌久啊，你就使投出这个8胜5败这个成绩啊，表现真好滴哦，甲你学咯。啊，这个、第三句为民争锋，就是讲啊，你是人民的希望。啊，前锋是什么意思呢？就讲人民啊，希望你也使有台湾啊来做先锋啊，做先锋。啊，这叫做世界啊，叫做啊世界，世界这两字啊，就是讲大家希望你也使参加世界棒球经典赛，三月都要开跑啊。虽然你是这个洋基的这个头家啊，无要让你跑，但咱台湾人希望你跑。啊、老师希望你跑，老师嘛无希望你跑。你我来讲诶，为着你家己的前途，你若是第一棒球赛。
到些手肉去，你就免等去养鸡啊！这是苏联的这个感觉。但是呢，台湾人民啊，希望你投投个手歹去，安尼上好。嗯，啊，但是你投了，老师唔敢查，因为无定啊，是吧？希望你规矩卖得。老师，我知影，你若是要查，你就要查个高亢的相反。高亢若是查魏权，你就要查新农，安尼你就赢。安尼赢，安尼跟你对的。所以讲吼，啊，这个台湾人民啊，希望你拍，但是你若拍呢？啊，那台湾人啊，就会叫落，啊叫落就是足快咯。啊，你咱哦，啊，安那查的安那赢，啊是这个意思啦，啊，希望你啊保重你的手骨，啊，像老师，他不下能听，啊，保重。好，老师纠缠大家，来大叫小叫。好，啊，开始来收看这个 famous people 这个这些台湾啊。感谢赞助。不好，我先是，哎，老师啊，嗯，就奇怪呢，这球哦，今日这样投出去，差不多拢有百个哦。哎呦喂，因为面顶有签名的。哈，恭喜叶王建民签名，我都不关掉啦。这阿姨耶，不是王建民签名，是面顶有老师的签名。金钟连啊，是，所以讲啊，投这个球啊，你安怎拍就安怎赢哦。啊，人客赶快，啊，你若要抵这个老师的签名。啊，你赶快会使啊，打电话入来，用暗户啊，讲一个啊五万二七八，五万王建民，老师不行，五二五七零，安尼才开始王建民，五二五七零啊，我今晚就是公价啊，都叫公价，今晚公价，因为听讲啊，啊，所持房子的太紧。